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128面，倒数第二行。从调众生宣妙理看起啊，我们把这个文念一段啊。调众生宣妙理，调者何也？众生者一切有情也，宣者是也。妙理者，实相之理体，亦即《法华经》佛智之见也。开佛之见，是佛之见，乃宣妙理也。我们看这一段啊。这一段呢，都是说于普贤殊胜的行门。前面一段呢，跟我们讲破迷开悟，这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迷而不觉，诸佛菩萨虽然慈悲也，也帮不上忙啊！所以把破迷开悟放在前面，然后再教导我们怎样离苦得乐。经教上面这种顺序的排列给我们很大的启示，所以让我们想起大乘教里常说佛度有缘人。什么是有缘人？他能信能解能行能证，这是有缘人。有缘人第一个条件就是他有智慧，他有能力辨别是非邪正。没有这个条件做不到啊！没有这个条件呢，佛出现了，菩萨出现了，他不相信啊。佛菩萨为他示现，为他演说，他听不懂，这真叫无缘呐、啊！所以，诸佛菩萨再慈悲都加不上。那么，具足前面的条件啊，觉而不迷了。这接下来呀、啊，今天的经文悲之了苦啊！菩萨帮助我们离苦得乐啊！第一个大悲心呐、啊，慈悲心在推动啊，这个慈悲是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，是信德啊。只要见性，自自然然就流出来。这种慈悲没有条件的啊，所以经上常讲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慈是帮助人得乐，悲是帮助人离苦。都没有条件啊。
无缘就是无条件。啊，应该是这种做法。像父母对待儿女，啊，那种爱护没有条件的。诸佛菩萨明心见性之后，知道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啊，一体当然就没有条件可说了，啊，所以称为同体大悲嘛，啊，那么他说的话，我们能信、能解、能行，啊，就调众生，啊，调和。我们中国古圣先贤也把这个字看得很重，何为贵呀？一切众生在这一块大地啊，这个地球上共同生活，如果不和，那就是灾难，天灾人祸都来了。啊，化解这些灾难，最上的妙诀就是和。是和为贵呀，人和战争就没有了，就人祸就没有了。人要是和，山河大地、树木花草都和，自然灾害就没有了。啊，要是不和啊，什么麻烦都出来了。啊，所以调和啊。啊，众生这个地方讲的是一切有情众生。一切有情众生里面，啊，这个众生里头啊，有情最重要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有情能产生变化，无情的众生是跟着起变化，他不会主动，啊，他不能主动，他是跟着有情众生，有情众生心态善良，啊，无情的众生跟着也善良，啊，有情众生，我们现在讲的是动物，动物里面人最灵。啊，人之所以异于这一切动物的，啊，人能够明理，明白道理，人懂得随顺大自然的规律去生活，啊，这是人呐。随顺自然规律，就是随顺法性。这是善良的。那我们看到，真正觉悟的人，是哪些人呢？生在一真法界里面的人，个个都觉悟了，不是普通的觉悟，啊，是大乘教里面所讲的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，是这样的人啊。所以
他们才是标准的和谐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没有自己，我执破掉了。啊，像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他们在这个境界里头，不但离开这一切幻象，不再执着了，不分别了，连念头都没有了。啊，《金刚经》的后半部说，无我见、无人见、无众生见、无寿者见，那个见是念头啊，念头都没有了，当然是一片和谐。我们中国人讲啊，一团和气啊，在诸佛如来十报庄严图里面看到了。十报图在哪里呢？一乘教里头，佛给我们讲真话，就在当下了，就在此地。我们地球上的居民一旦觉悟了，念头一转，这个地方就是十报庄严土，这个地方就是一真法界。啊，为什么？原理原则多次跟我们宣讲，一切法从心想生啊，我们的思想歪了，思想错了，那就一片灾难就现前了。啊，思想要善良，思想要纯正，这一切灾难就没有了。啊，所以灾难不是真的。啊，诸佛菩萨眼睛当中啊，那是幻的，虚幻的，不是实在的。啊，就说明和的重要。啊，因此我们现在是凡夫，学佛是起步。啊，从哪里学起呢？从和学起。啊，别人跟我不和，我们要跟他和睦，这个才是解决问题之道啊！啊，别人跟我不和，我要跟他对抗，这个问题就严重。啊，这戒冤仇啊，冤仇戒下之后，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啊，那真叫苦不堪言啊，痛苦不是一方啊，双方都痛苦，那又何必呢？啊，我们能忍一忍，双方都得好处。啊，我也无烦恼啊，你也没有灾害啊。啊，真的叫双赢呢。啊，所以古圣先贤、诸佛菩萨了，教导我们不能跟人冲突。处处要学忍让，啊，古人告诉我们了，吃亏是福啊，吃亏的人没错啊，
吃亏的人不吃亏呀，占便宜的人有灾难了，他真的没有占到便宜呀，吃亏的人真占到便宜了，这个道理很深呐。佛在经上常常提示我们，教导我们，处处忍，处处让，不要跟人争。海阔天空，无论到什么地方都自在，为什么不肯让呢？他要这个地球，怎么就让开吗？就让他吗？这宇宙当中星球太多了，找一个比地球更舒适的地方去住，肯定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让。让是信德了，与信德相应的，你去处越去越好。真的来的不是好事情。纵然他完全得到了，他后头不是生病就是灾难，日子还是不好过啊。古圣先贤佛菩萨教给我们正道，我们不能不感恩的，不可以不依教奉行的。宣是事，宣是宣扬，用什么方法宣扬呢？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。我们要能学会呀。我这一生，很多同学跟着我，看到我的，我让了三次，在台湾我们有个小道场，不大，有人想要送给他，我们到新加坡，在美国也有道场，也有人要送他吗？想要都给他。在新加坡住了三年，各地同修帮助我们，买下一栋公寓房子，大概1000多万呢，有人希望我们离开新加坡，我们就离开了，都赠送，欢欢喜喜，我们移民到澳洲，到澳洲快快乐乐，澳洲的土地很便宜，土地不值钱的，澳洲人太少了，土地太大了，我们越让越舒适，越让越自在，越让越快乐。老祖宗佛菩萨教我们忍让啊，这个里头有无穷的乐趣在里头啊，没人知道啊。你能依教奉行，你就能尝到啊。能够让
才能跟一切众生和睦相处。啊，你不能让，那个和睦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。啊，一定要能够忍让。啊，初学的时候，多少还有一点情执，要忍。啊，真正让过几次了，那就不是忍让了，是乐让，让得很快乐啊。啊，别人占有了呢，占有了我们还感恩。啊，为什么感恩呢？自己能让。境界提升了，啊，德行提升了，智慧也增长了，怎么能不感恩呢？啊，同时，要想具有的人，他在那里给我们做实行。事先有正面的，有负面的。啊，正面的，我们要顶礼。要恭敬供养。他具有这个，这些财物，弘法利生。比我做得更好啊，我怎么能不让呢？啊，这让有大德了。如果是负面的，啊，他不是做弘法利生，他是去搞名闻利养的，他演出业因果报给我们看。我们也要感恩呐、啊！啊，就像他在演戏，负面的演得很逼真呐、啊！啊，他的不善的这个业性，后面是地狱恶鬼畜生的果报。啊，这个对于我们。对于一切社会大众，啊，这是什么？上课啊，上了一堂因果报应的课程，细心观察明白了，会把我们内心一切不善的念头止住了，不敢做了。啊，就像当年佛陀在世，提婆大多所表演的，都是菩萨了，都是大善之士啊。他从负面表演给我们看，啊，释迦牟尼佛是从正面表演给我们看。我们能说提婆大多不是佛菩萨吗？啊，所以把事理看透了，得到一个结论：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。一切善恶业因果报，都在我们自己。一念之间，我们的心行正，没有一样不正。啊，妖魔鬼怪在我面前表现的都是正法。如果我们心里头邪，十方诸佛如来所表现的也邪了，
这叫什么？这叫一切法从心想生。啊，自己的意念主宰了一切。啊，正是偶耶大师所说的，净缘无好丑，净是物质环境，缘是人事环境。人事环境跟物质环境里头都没有绝对的是非邪正，没有。是非邪正是自己的念头，自己念头正，没有一样不正，邪也是正。自己念头不正，正也变成邪。这个道理要懂啊，明了之后自己才知道啊，从修因到正果，完全要自己负责任呐、啊，与别人不相干呐、啊。啊，这是佛菩萨悲之了苦的大根大本。啊，我们通过这个教学，真正体会到。你才能真正的离苦得乐了啊，永远离苦啊，永远得乐了，什么环境里面你都快乐，你都自在，这就叫妙理。这个理不能不懂啊，妙理是什么呢？实相之离体，就是自信呢、啊。啊，自性里面真实的智慧，真实的德行啊，也就是《法华经》上所讲的佛之之见啊，佛之之见，我们中国人老祖宗所讲的自性本善，跟佛知之见是同一桩事情啊，同一个境界啊，三字经上念的人之初性本善啊，啊，这个要知道啊，真的认识了，真的参透了，对于世间造作无逆失恶的人，你都不会去责备他，你知道他为什么会做这些坏事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他在那里演戏啊，在这个舞台上他是演丑角，他是演反派，演得非常之好，一流演员，演正派的像释迦牟尼佛、孔子、孟子，一流演员，演反派的也是一流演员，啊，你会这样去看法了，你心底非常平静，不起波浪啊！啊，从正面从反面通通得利啊，没有反面怎么能衬托正面的善？没有正面的善，怎么能衬托出反面的恶？啊，就是这个道理嘛。六道轮回十法界在舞台上浓缩，哎，几分钟表演出来给你看。啊，你在这里开悟了，你就晓得怎样去修行。
怎样去自度度他？自己如何离苦得乐？如何帮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？佛知之见，这是理，妙理。开佛之见，是佛之见，这就是宣扬这个意思，宣这个字的意思。乃宣妙理也。把这些奥妙、深奥的道理表演出来。释迦牟尼佛做出来给我们看。释迦族遇到一次非常惨痛的灾难，琉璃王带着军队消灭释迦族。释迦牟尼佛那一族在这个战争当中，国家被消灭了。释迦牟尼佛知不知道啊？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佛有没有方法去救这场灾难？他没有办法。这个说明了经教里面所讲的心、佛、众生三无差别。把这一句话做出来给我们看。佛有能力，有智慧，有能力，有神通。可是众生的业力不可思议啊！心的念力不可思议，这三个力量是相等的。琉璃王灭世家族。释迦牟尼佛要像我们这样一样的程度，好办呢。发动16大国王组织一个联军去救释迦族，行不行？行。16大国王都是释迦牟尼佛的皈依弟子。佛要要求他们组织联军，轻而易举的。那大家都会听话了。佛不这么做法。什么原因呢？佛知道这一场灾难的缘由，它是冤冤相报啊！这一事阻止了，将来还有更惨重。应当让他报了，报了就没事了。这一场灾难起源是什么？起源是，那是多生多劫之前，不是这一生的，过去生中造的业因。释迦这一族，住在海边是打鱼的，渔民，这个村里面
这个养鱼这个池塘啊，有一天他们这个族长啊下了个命令，叫村里面的人把这个池塘的水通通放光，池塘里面的鱼啊一网打尽了。那个池里头有两种鱼，鱼也有国王哎，哎，他们有他们的组织，哎，这个两个鱼王啊，感到这个村庄的人太可恶了，啊，把我们杀尽，一个都不留，怨恨在心呢，啊，一定要报复。这一生他们渡到人道来了啊，捕鱼的这个村人就变成就是释迦族，那个被杀的那个池塘的鱼就是琉璃王那一族，他是来报仇的，过去你灭他的族啊，人家现在也来消灭你啊，冤冤相报，没有办法免除这个灾难啊！所以释迦牟尼佛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看了只有流眼泪，不说一句话，劝大家逃难啊！能够逃的尽量往外逃啊！没有能力抵抗啊！啊，逃了一部分出去啊，他们逃到西藏啊，因为那是翻越喜马拉雅山，那边就是西藏啊，一部分人逃到那边去了，就释迦族啊，释迦这一族总是听家里人说话嘛，劝告嘛，就逃到后藏，逃到后藏之后，在后藏啊就定居了啊，没有再回去了啊，就释迦牟尼佛的家族后人在中国的后藏。这个故事张家大师告诉我的啊，给我们表演冤冤相报啊，这个怨恨不能够化解，生生世世都会有报复。你看，释迦牟尼佛做出的方式就是忍让。啊，你要我们的国家，要这块土地给你，我们撤走、逃走，一部分人不肯走的都被他杀了。定业不能转了，所以杀业就太可怕了。杀人要偿命啊，杀这些动物还是要偿命啊。这个动物来生，它的业报、罪报受完了，它又到人间来了。啊，这是佛法里面讲的，一切有情众生呢，都是不死的啊，死是身体，换个身体而已，灵魂不死，灵性不死啊。你跟他结的冤仇，只要他念念不忘，麻烦就不得了，那何必跟人结冤仇呢？啊，这中国老人讲的吃亏是福啊，肯吃亏不跟人结怨仇啊，我的财物、我的产业你要夺去，通通都给你，都让给你，好事情嘛，不结怨嘛。
啊，一丝毫怨恨的念头没有了，这就化解了。这是智慧的做法。啊，释迦佛当年做出样子来给我们看。啊，释迦族跟琉璃王在表演。我们看释迦佛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。我们要学，因为我们在这个生动当中啊，也是冤冤相报的事情很多，过去生中造的，现在不知不觉所造的，啊，遇到境界现前了就让，欢欢喜喜的让，哎，我欢喜，对方也欢喜。啊，那时候我们不是吃了这么大的亏吗？没吃亏，他也没占便宜，我也没吃亏。我命里面有的，丢都丢不掉。啊，这边让掉了，哎，那一边就又来了嘛。啊，而且来的比我所让的还殊胜一些。越让越殊胜，越让越多，这不是假的呀，这就是佛法里面给我们讲的布施这个道理，越施越多啊，施财得财，施法得聪明智慧，施无为得健康长寿啊，只要你肯让，你决定不吃亏啊，所以你想想，吃亏后头是什么？是福，那就没吃亏吗？吃亏后头不是祸，是福啊！吃大亏他得大福，啊，吃小亏得小福，后头得的是福。你明白这个道理，然后告诉你一句话。肯吃亏的人有福了，你就相信了。啊，你相信啊，那你就肯吃亏呀，你就肯让啊。啊，就佛菩萨很慈悲呀，做出榜样来给我们看。啊，那我们自己就如法炮制啊。啊，经上有这个榜样。我们遇到了，我们就干，真学，哎，真学它真的有效。啊，早些年有人怀疑，以后看到我们越让越殊胜，他就相信了，他就不再怀疑了。啊，不能有占便宜的心，占便宜的心，你所占得的是你命有的，但是你用的是非法不正当的手段，缺德的手段啊！用这种手段得到的话会有灾祸啊！不是生病啊，就是遇到一些灾难啊，这个东西跟着你啊。因此断恶修善是真理，天经地义，不能不相信，不能不依教奉行啊！真正想在这一生生活在幸福圆满，那圣人的教诲决定不能够违背。啊，肯定圣贤比我们高明，我们的德行比不上他，我们的智慧比不上他，那就应该老老实实听话，跟他学习，啊，这就对了。我们再看下面。
啊，这底下的一句话，令一切有情悟佛之见，入佛之见，乃调众生也。这个境界很高。悟佛之见是菩萨了，觉悟了。入佛之见就成佛了。佛教导我们，目的在此地啊，希望把我们提升到菩萨的境界。你开悟了，你明白了啊，从这个境界再向上提升，你对于一切事物的处理跟诸佛如来没有两样啊。你做的方法呢，跟诸佛菩萨是一样的。下面再从个比喻让我们啊体会的佛说法的意义。调和情绪，一发正音啊，情啊，古时候，中国古时候谈的情啊，有五根弦，有七根弦的，必须每一根弦都能调整，音色才美。它太紧了，它会断掉；太松了，没有音声啊，一定要调得恰到好处，正音就出来了。用这个来比喻众生的心情啊，也要把它调和，要调到中道啊，不过分也不能不到，他的音色就没了，所以令其中道。诸位经过佛教的建筑啊，寺院庵堂，你进庙门呢，第一个建筑物是天王殿。你看到四大天王，看到弥勒菩萨，啊，弥勒菩萨在那里宣示慈悲，啊，用布袋和尚的像啊，让你一进门就看到。学佛的人一天到晚要像弥勒菩萨那样笑眯眯的啊，快乐无比啊，无论在什么环境里头啊，无论遇到是善人是恶人，他都欢喜啊，都是以笑面迎人。啊，他那是给我们上课啊！你看，东方持国天王，他手上拿的琵琶，那个琵琶就是弦乐器啊。它代表什么意思？代表中道，就是调和
琵琶的弦松了就不响，太紧了就断掉了，一定要调到恰到好处，不过也不能不及啊，它代表中道啊！啊，你看它的名号叫护国，用什么来护国呢？用中道。啊，这个意思要懂得引申，把护国的范围缩小到一身，护自己的身，这护法了，护法先护自己啊，啊，自己的思想言行要合乎中道啊，中国古人讲中庸之道啊，你看四书啊，朱熹编的四书编得好啊，变成中国读书人必读的一本书啊，朱熹编的头一部就是中庸，中庸是玄妙理呀、啊。啊，大学是讲方法了。啊，这个妙理呀、啊，如何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是方法。啊，大学是方法。啊，论语跟孟子是表演呐、啊，所以我看这个四书编辑，这个理念呢，非常像华严经。啊，我那个时候常常想啊，朱夫子是不是从华严经上得到的灵感？啊，编成这么一部好书，啊，非常有可能，对吧？他跟佛法接触太多了，当时许多高僧大德都是朋友。啊，华严经有理论有方法，后面五十三参是表演。啊，四书就是这种理念构成的。啊，中庸是理论，大学是方法，孔子表演出来啊，你看他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了啊，中庸的道理啊，大学的方法他全做到了啊，孟子也做到了，孔子代表圣人，孟子代表贤人啊，圣贤都能把这个理论方法落实啊，这个方法落实在自身，身心健康啊！不亦乐乎啊？乐是快乐啊！那我们佛法讲法喜充满呐、啊！啊，这他都受用啊！那叫真幸福美满了、啊。个人落实了，肯定的家庭落实。家庭落实，家庭的美满。他一家落实，他居住的这个小村庄，这个地区一定受他的感化。哎，家家都这样做，这一个社区和谐，这个地区太平，所以他说的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啊，产生这么大的效果啊！佛法的华严经那个境界大了啊，不止一个地球啊，它的影响是遍法界虚空界啊，把佛在华严经看这个悟道的那些道理
啊，生活的方法，处众的方法，啊，跟大众相处啊，啊，完全落实了，这道理方法落实了。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做出来给我们看了，你看他跟族群的落实，五十三参不同的族群啊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啊，不同的信仰，不同的宗教，不同的文化，为什么相处的那么好？其实四书我看是小华严经啊。